什么？他皮有刚跳完会再送给我的这个专业，那看的链接急吧。然后我就立马去一个国叫什么国企的一个剧场，肯定会。姐，但我今天还算是打进去了，谢谢。可以出去连个麦玩，看看。没有人心疼一下我是吗？那今晚我去哈啤酒，纯粹不归，你们看不到我吧？我把 WiFi 忘掉了，换成了流量。今天晚上哈啤酒趴到高粱姨。你卡吗？你好卡呀，谁卡？谁卡？你也很卡。你已经成 PPT 了。我这个。你已经变成 PPT 了，天哪，太卡了。小曲现在已经成一个 PPT。这个帧数爆了。对，我直播了，你到家了吗？你们四万，你们应该没有到家，还在路上吗？你们，我在酒店啊。小曲，你卡的。卡了好思想啊。还在路上。我们边打车要凉快，跟我说打车凉快。嗨 ，PPT 小曲。好了，小曲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放弃了，果然很卡。救命！拜拜。跳不出来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小曲，我们被卡掉了。我们全楼用的都是一个 WiFi， 我需要大家的热度。然后我们今天很热闹，因为有这边是玲玲，然后那边是小鹿。他就是良心的闪。梁姐说我还可以唱，我说你们不就刚看见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没看着，我也不知道。看不来，还有什么？是我听说从这里打车到青岛要200块钱，200块钱，吓死我，真的好贵，就感觉这个，这地方好像很像我们陌生的，就是那个陌生的什么东西，对，就是宝山那边的感觉。谢谢小可爱99票的福利呀、啊，99是不是零九？我们酒店有纸吗？好累呀、哦！哎呀妈！那你找地方坐下。我们酒店有纸吗？咱们酒店有纸跟笔吗？应该是有。写这儿的，这里面应该有，这个菜单，这有笔啊，有纸，不错，来一张，然后发现这一张今天只写了一个名字，嘿嘿，然后这一张写一下，然后发现这张只写了一个名字。让我看慢慢修，路上的话路上小心。哪有这个对，没有录播，看看有谁如果有拍我们全场。但是没有录播吧？我明明应该是很高，没有对车会拍全场的那个大家的录播吧？因为感觉有点拖到我，放心一会儿发我哈。谢谢张嘴吃掉的1票，谢�些张嘴吃掉的9票。录自己播也算录播，那有。有人开播，应该有吧？请问有人开过这个吗？还有谁呀、啊？让我看看。
谢谢雪菜老的99片。我跟你们讲，昨天晚上玲玲模仿那个跳那个拉丁舞，是那个，我刚刚把他台上直播，但是我们台上大家还是会来，你知道谁带我的？现在大家是都会玩了吗？就跟天拍的太快了，不是我被骗。但是我拍了视频，去年来说我想成为插队的支柱是一样，中年轻人的感觉是一样，就是想说，想要被人记住，不想要成为这。时间这样过去就没有人像我跟我的心里的口吻是一个口吻。再去想起的任何。好了，给你们写完了。给你们写完了。哎呀，这个桃树我带了很久了。希望大家也很愉快。希望我们的今晚的片可以开爆全场，开炸全场。我都赖了好多人没有写了。很普通，只是多了两个小段段，但是呢，这个段段是我在任何时候单笔都可以的。不知道不锈钢是什么。谢谢嘉兴路的建两票的助力。不锈钢是一首非常的写完了。哇，神级有你看，哇，放出去吹啊！命吹，对，而且这首歌不是这首歌，对，这首歌我们都后期改编的，改编了好多。因为我觉得查很燃，而且他要改编，因为我们这个本来也是，对，因为我们之前听说的是这个，你们都想跳蝉啊？他没有，因为我在听说所有的音乐的话，所有的是没有人是不可以有改动的。嗯。所以我其实不锈钢的舞有一点那个啥，有一点不是特别的。我也是，但是后来他改完之后，我就觉得比之前能接受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实在不想对地板做那种事情，我接受不了。是大家为我选的，因为这是我7年以来第一个 C。真的，玲玲。也在找我连麦，为什么？天哪！对不对？而且其实不锈钢首歌是在，那你咋一样的呢？你家王思源都在我们房间。原来是玲玲的第一个粉丝，但是我以前跳过 C 位，我的 C 位是占卜师，所以那也就是那是我人生中唯一的 C 位。然后不锈钢的话，我就是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整齐就好。16人，我不知道。今天跳的好看吗？今天跳的很棒，谢谢。电物 AD 盖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严娜给了一张生写是我的，就是说是你给的。嗯，好像是这样。天哪，那玲玲，我们是你的意义了。对，你们成，你们变成我最比较重要的意义了。天哪。因为我妈当时说。好感动。是，就是农历最好。不是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就三次是每一个人有一首好，然后代表我两颗泪珠。R&B 是我代表的，现在还有一点点痕迹，其实我就变成了这个，然后。但是不锈钢这首歌，谢谢大老虎的9票助力，我在写完了，我们看不清对吧？嘿嘿，看不清，看不清，太着急了。月入过万，玩抖音月入过万，你们给我刷了多少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能过万吗？呢？过千应该是可以，过万也是不可能的。力量的，这里有人叫我别吃饭了，他们说刚刚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么多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一直这个样子。我不胖不瘦，刚刚不胖不胖不瘦，刚刚好，只是因为管的真多，只是因为要管，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穿成这样。林姐的。饮食各方面都是非常健康的那种，他是在我们同队出了名的健康。嗯，然后
上海平均工资要过万了吧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那我们连平均工资都没有到，差好多。啊，我差了好多人都没有写，我根本就写不完那么多。但是我今天就得开始写了，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口袋反正说话了，然后我觉得好久没有说话了，然后所以应该比较好翻吧。但是有人给我整理了，但是我忘了我上次写是什么时候，我最后一次写是在几号呢？我忘记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嗓子没有哑，我就是话声音。专职做自媒体可能吗？他抖音能不能过万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你的命。对不对？因为你万一你在抖音上有一个大佬他投你，你就能有很多钱。万一有一个金主爸爸他在抖音上他投你，给你让你拍广告什么的，推广什么的，给你多少多少钱，那就很容易啊，一条就一万几万块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呢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你怎么办呢？那不就饿死了吗？所以说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讲。谢谢日升日落的九票。嘉兴路的店补了两票。生姜投了99票。写你大名算了，还是少写几个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看到了好多人，就是看到了好多就是新的朋友，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见过的。之前他们说，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没有什么。之前他们说会有很多青岛的粉丝，我不相信，因为我觉得。我们并没有那么厉害，到哪个城市就有很多。但是后来我今天真的见到好多青岛本地的人，吃嘎啦喝啤酒了吗？没有人带我们吃嘎啦，没有人带我们喝啤酒，都收摊了，我们都完事，他们都收摊了，我们赶不上热乎的了。谢谢大老虎的九票助力，我给你加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给你看，说日落又加了一条，你去哪儿了？给你加上。我看小可爱又投了99票，你是又投了99票，还是卡坏了个99？哦，你又投了99呀，那我得给你写上。谢谢你的99票。说我写的很丑，而且你们只能在酒店的纸上出现，你们是酒店限定版啊，你们今天是特别限定版哦，是出现在酒店的纸上的，因为以后我回去了就没有这样的纸了。我口音，我妈妈是山东人啊，妈妈教我了说山东评书了，让我妈妈教我说山东话，然后教我说的山东评书你们要听。就是穿着第一步是自恋，他觉得太偏了就没过去，我觉得有点。今天有我第一次见到的朋友，就是我之前看过他的 ID 但没有看过他的人，然后第一次见到朋友他请假过来了，他还在读书，然后他又请假过来了。谢谢北京地轮春，你又加了一票。我不是最近变可爱了，因为我脑子最近不太好，就是我最近不太正常，然后今天有人握手会的时候跟我伸手，我以为他是疯了，我想为什么这个人要对我伸手，握手会为什么要对我伸手，后来他们说了一点，这是握手会呀，我就突然惊讶了，我说对呀，握手会他得握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后来我们两个就握了手，我就想说完了，在那之前的人我一个都没握，天哪，太不对了。因为这个要握手的，因为握手会是要握手的，就怎么就是要握一下的，因为会显得很不专业，但是我就是之前就没有握，就很
哎，我觉得很难受，谢谢皮卡老的九票，真的很漂亮，谢谢。山东人吃的是煎饼，我妈妈可喜欢吃煎饼了。然后山东那边还有一个饼，是那种很结实的那种面的，没有别的味道，就是纯白面，但很硬很硬，可以放好几个月都不坏的那种饼。我姥爷很喜欢，当初我姥爷就想吃那个饼，然后我舅舅特意回山东给他买的，因为别的地方买不到。前面的人哭了，他们没跟我说，而且我反应不过来，就是那个人那个粉丝都已经伸手了，但是我都反应不过来，我真的就是很奇怪的，我最近是很奇怪，就是你们要跟我说一下，我有点我手会竟然能握手，你们要跟我说一下，你不说，结果前面好多人我就没有握手，然后后面有的人我看他没有伸手，我觉得他可能不想跟我握手，然后我就不敢说。现在疫情期间不握手嘛，所以没伸手，现在是可以握的了，现在之前是不可以的，但是现在是可以的了。我看有的人，我开始我是不知道可以握手，然后呢我就没伸手，然后后来我知道可以握手了之后了呢，我发现你们没伸手，我就不好意思，但是不就是你知道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学怎么做偶像的时候，我们的经纪姐跟我们说我们要站着要迎接粉丝，要主动把手伸出来，然后要关心粉丝，就是是这样的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才对，但是结果啊我忘记了。那么硬烙饼怎么吃的？用牙一点点磨，像纸一样的饼，那个是煎饼，但是我忘了那个面饼叫什么名字了。下次你来伸手，你可以问问撒。希望这个粉丝能看到这个直播。怎么没有见过？那为什么呢？谢谢赵本山的一票。为什么你叫赵本山？你喜欢赵本山吗？谢谢他的官人。但是我都，哎呀，我都这么多年了，下次来伸手。可是我就这次青岛这边怎么办呢？青岛这边已经过去了，而且这次青岛看不到，看不到，随便吧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在我这队列不用排队，因为没有人，所以就不用排队，就大家就是这个好处。觉得还挺好的，因为如果排队就大家站在人后面好多人等着，我就很焦灼，我还能看到他们，我就觉得很焦灼。但是如果我看不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哦，不是看不到，就是后面没有人，只有一个人坐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淡定，就很像在聊天。所以你们如果以后来是可以的，因为不用排队，很方便。谢谢 B E A K M A N 999票的主力，999耶，这是今天的 top。我可以给你画一个小皇冠啊，不，直播还没有结束，结束的时候我可以给玉三家画一个不同的标志。朱莉你好像排了一下，那是因为你来晚了，你排了一下，你是不是握水镜的时候排的呀？是我吗？我写的好像好几个变化呀，去年的好看，去年前年，哦，去年前年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一不小心那就没有人了，你不来我就回去了。我怎么现在就剩个头了？我今天红色号是他剃的611。哎，我也喜欢用他们家的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便宜。但是我后来有叠那个阿玛尼的。哦，我没有叠。叠不起。好像是，我记得有火箭。我记得有火箭，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。Every 舞蹈都在班上，那一个没有一个台子。暗示了。黑面、亮面，其他口子好。哦，那个面啊，我真是要吐血了。
嗯，给你们送，谢谢西石的酒票。看来这边还是很好写的。W 谢谢 N L E E R。微乐。我们吃饭了吗？我们不是今天吃一起吃的饭吗？我一票，我再纠结一会儿。不一定哦。今天有朋友给我带了那个谢谢赵本山的一个摩牙棒棒，他是 B E A K M A N， 是 A 不是 C。谢谢皮太老师八票的助力，谢谢超级小黑一个秋天的奶茶。加。今天下午大家分享了，因为他们吃要不要吃啤酒酥？吃，你不要钱的吃。来，我吃太小心了，不知道应该是吧，应该是青岛的。太难了，有没有一遍唱的比一遍好？太难了这个歌。嗯，你姐，你的崂山可乐送出去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太棒了，我真觉得崂山可乐太难喝了。崂山可乐不难喝呀，他们都说不好喝，但我真的觉得不难喝。嗯，那个崂山可乐还可以。嗯，那个什么蛇水才恶心，那个是恶心，但是这个崂山的不恶心。我自己原创，可是我其实对这个音律什么的，就是这种乐谱什么的，没有什么重要味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个肯定要从头开始的，我觉得我现在的目标是做一个。哎，我这边的人说潘路遥的 iPad 好大，好羡慕。为什么会有人发现小鹿的 iPad 呢？羡慕啥？就是个普通的 iPad， 分期付款你也可以再学别的。几面？我知道你没有解剖课了，因为你给我发翻牌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你没有解剖课。你说是我这里呀？解出来二百块。哎呦，送出去了，是天涯。哦，99票，好甜哦，不过我这要写满了哟。我把杨姐给他们收。谢谢。然后这个是个是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是青岛限定版，我写在了酒店的纸上。今天过了之后，就不写在酒店的纸上。解放前，百姓生活贫困，精神不敢填词，因为我是文化沙漠。在青岛啤酒厂里，有一个周姓师傅，他干了饿肚子，当然要是把自己废弃的酒糟带回家，和着面粉，做成一种非常酒香的攻略。我要送你，就是酒中玫瑰花。啤酒酥在分给亲朋好友和邻居吃了之后，竟然大受欢迎，邻居们也纷纷效仿。这个原本只是为了充饥的啤酒酥，一定成为当年的经典料理。为什么没有人送我们煎饼呢？我以为会有人送那种山东特产的煎饼。我本来想买一点寄回家里，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会很喜欢。就我这附近连个鸟毛都没有。大葱我可以自己在家门口种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英文会有点太香味。山东的煎饼是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因为英文太难了。我吃过最好吃的煎饼是他们从吉林带过来的，是一家在吉林生活的山东人，他自己们做完之后送给我们的，就特别好吃。期末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明天有机会逛逛市区吗？我们明天12点就回去了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晚上睡一觉，然后明天早上吃个饭，就要回去了。我可以去酒店吃自助的早餐。
烟台的苹果是特产。就是就是我们喜欢吃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青岛的特产。所以我老牌子的那个菠萝，台湾的那个。我知道青岛的明星。谢谢。但是我还是想去海边玩，往海边拍照。谢谢。我今天去那个酒店的早餐，嗯，还行，但我觉得我有点吃多了。我今天吃好多东西，公演的时候我都吓死了，我怕很胖。对不起，凤梨酥，凤梨酥后面还出了一个那个后，伊拉宝为什么会翻车？就很甜，伊拉宝不是挂上去就行了吗？伊拉宝走丢了吗？嗯，拍照是大连的事情了，在大连的时候拍的。三角函数的群演上。我觉得大家说那个因为嗯看起来很瘦，但是镜头镜头一拍就不是了。微博看看，不知道微博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可能有吧，也可能没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嗯，后来但是今天没有直播，没有直播也好一点，不紧张了。哎，没有不紧张，也紧张，就紧张的稍微少一丢丢。对，我对以后拍照还哦，土做的碗，原来如此。你可以用上次的呀，你可以用以前的。我觉得易拉宝这种东西就不要浪费。就多用几次。你们给我们取的情侣卡，有我这有聪明人吗？好像没有。今天的公演就跟在学校里面参加校园行一样。你们知道校园行吗？校园行是以前沈阳的一个活动，我们会去各大的学校里面去演出，就跟在校园行里面一样。嗯，很像，非常像，文字不一样，文字不一样，你拿纸写一个贴上去呗，打个补丁。我要是，他把老的易拉宝弄丢了，他吃了吗？就饭吃了。为什么不来上去？因为以前 SHY14 也比较糊，没有人知道，他为了打开知名度，所以就会去各大高校。演出，嗯，现在 SH14 也太火了，他不需要了。对，需要舞台看不见。啊，我真是看的我简直了，我看黑乎乎的，你知道我看到所有人，我但没觉得，虽然我之前看到底下也是黑乎乎，但是我感觉今天的黑乎乎特别像。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他们像那种动画里面只有一颗颗头，然后没有脸，然后又有声音，很像动画里面的出现的场景。谢谢一大串小谢谢小一大串英文小蘑菇送的一个秋天的奶茶，没切到手眼，手眼这么难切吗？好像是有点难切，但是我希望手眼你们想来的可以来。谢谢那个小蘑菇又送了个麦芽棒棒，让他吃了。冬天去的，什么时候都去过沈阳的校园吃过好多。首演好看，对高校的推广。嗯。嗯，二四，你怎么切票这么厉害？你天天在。我其他前面的都没有。小爱同学唱首歌。我之前没有投过票，我要重新写一遍。谢谢小爱同学，你是喜欢沈小爱吗？首歌。
谢谢杰文，想看我的 focus 快快吗？对，大家 focus 快快吗？谢谢，谢谢 K R A M M R K 一票出力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你们是票二投哦，对，就是很多人投，你知道吗？你能看到轮廓一丢丢、一咻咻、一咪咪，但是是纯黑色的一个轮廓，然后这些轮廓们在喊。何飞燕，然后再喊名字，好神奇，真的很像，就是很像 AI， 真的很不像真实的事情。确定吗？对。文言复兴，我只能讲出什么达芬奇、蒙娜丽莎，16世纪文言复兴。啥时期？文言复兴时期。谢谢 K R A M M A R K 送的一票助力，谢谢大老虎家的九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的。嗯，出来了，有没有集体的？没有人录我们集体的吗？哎呀，好羡慕啊！哎，大姐，我看看你差点就做错了啊！大姐是狗。对，我看看他做错了。看我还是看我是啥？我只看了时间。谢谢。代表你，代表的玫瑰花。太为难我了。我们每次跳狗就说谁跳错谁是狗。第一次。然后我要看看你能不能跳错。我看一眼。因为我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丢丢的？我先看一遍，我先给你们看一遍。好。哎，但是脸还是漂亮的。嗯。必须的。嗯，脸是漂亮的。啊，好好看。这衣服是限定，所以你们今天拍到真的值了。以后就不会穿这么。女人的。你这个起来好危险，我感觉会踩到。对的，所以我很害怕。我起来的时候，我撩了一下裙摆，因为我上一次我们彩排的时候，我不就踩到了，我滑了一下。谁呀、啊？哇，这个 focus 看了，我被困在这个。这个 focus 看了，想，真的好喜欢哦！哦，我要穿鞋才能去。明天要考证，早点休息。对 ，UNIT 的衣服只穿一次，以后不穿了。还没有人迎娶女明星吗？你都跳错了，快进去。我们林姐刚刚说了，跳错是狗。大姐，你今天跳错了，你是狗。你的开头，我看到你要做这个，发现不对，然后就做。对。啊！我也看到了，你做的时候给我吓一跳，就是我愣了一下，就哎。大家都太紧张了。真的很精神紧张。啊、我的直播间是对的，直播间出来这么多人。好看眼的，对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快起来！哎，你要吃啤酒酥。那甜不过，不行，我怕醉。美女，哎，好笑哦！这是我卡吗？你们屋的房怎么这么大？哇，真的脸好漂亮啊！这么看起来有点太凶了。是很好看，就很有大明星的感觉。甜，怎么啦？这时候我在那就很好啊！不为了谁努力不讨好吗？大明星的感觉、哦、啊，好看。这个歌，嗯，这个 pose 拍的脸是漂亮的，位置。踩我就可以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想好到。做什么见面？我已经想到我下一个那啥了。我已经想到我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哎，太臭了。哦，这个想的好厉害。但是我都准备当下一个 pose 的那个跳道具呢。跳头上，跳手上。哇，太有感觉了，这个。就是会怎么了？欢迎小香香啊！
Hello， 我垮吗？他们都说我很垮。谢谢黄油的票。好可爱的，为什么这么卡呀？啊，是变异漂亮。哇，是变异漂亮。我看到了。在这儿重新连一个。五个人开拍了四个，最后的案例拍了四个，拍成了四个。哦，你这里面居然可以看得见我。嗯，对，不用看了。哇，性感大姐姐，现在很快，我是美女，有拍到我们觉得。我在看林姐的 Focus， 每次她是自带开吃福瑞出场，因为你们那个 Unit 对吧，今天赚到了，我们之后会放衣服的，所以先行版是有用的，被皮菜了，再加上一条。哇，真好。我认识今天的站姐了，眼熟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跟他走的时候看到他的站姐了。哦，还有站姐，我天哪！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谢谢洛杉矶。我们都不知道那是啥。大明星是有各站的，你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好，我给你们看给你看，我给你们看。我看不到。娜娜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面的表情好单纯，就宛如一个。无知的懵懂少女，对，无知的样子啊！你的网断了，姐，娜姐，你的网没了，你还在这儿说啊？对，你没看到都零？你好笑啊！你都没在开直播了，他还在，你还在这里？完了完了，他们肯定说我卡了。Hello。我说你怎么一个零？完了。好漂亮！什么东西准备了？不行，不能给你们看，你们得准备什么？然后给我评论。他给你们看了，你们就只在这里评论，你们不给我评论了。他准备，他也不准备给我。评论，我只是给我添加弹幕。嗯。我脚趾下面不擦的点还可以当指压板，你那叫鞋还可以当指压板。什么鞋？指压板，他们说我的鞋。我的妈呀，那你的鞋怪，你们喜欢吗？那鞋叫麦粉怪。看看娜姐的鞋，很可爱。它是真的拖鞋吗？它是真的拖鞋。你跳 cosplay 穿这个吧，人家都拿 cosplay 上去，你就拿这个穿，好不好吗，娜姐？你 cosplay 用就把这个套手上。哎，好好，你不舒服。好玩啊！你穿袜子的吗？啊，哎，好吧，不是吧，应该，他是他说的那个。娜姐，你 cosplay 把它戴手上嘛？啊，戴嘛！哎，我玲玲，你美绝了吧你？真的很漂亮。玲玲把这只鞋穿上去。哦，你看你们不来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很漂亮的辣妹，你们一来，我变成沙雕了。真的很好看啊，这个。拖鞋跳这边这边那个咸鱼拖鞋是吗？是吗？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咸鱼好，好更全。我第一次记住王菲俩是因为那个拖鞋。啊！我因为穿那个拖鞋。当时在的时候。然后你说那个鞋特寓意特别好。你说之前穿这鞋的人火了。之前穿那个鞋的人考上了很优秀的大学。我穿那个鞋卡倒了。我让他们来你直播间来，小鹿，我太卡了。好，来吧，正好照片放到那里。也还可以了。你只能坐在小鹿的腿上才能同时出镜。哇，这是你带来的黄帆。哇，太羡慕了吧！不要羡慕，我一分钟没有收到过。谁啊？等我看一眼。我连麦这边用，我们跟他一起说话，这样。哎呀，美死了，美死了！六，其实我现在我这个接受的内心我在说你看，六七八，哎呀，就差你了！我去，就差你了，谢天一，你怎么带狗出门啊？天一，我给你看东西，天一，天一，我给你看东西。天你们看，我看我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哎呀，大家是小鹿的车在里面。小鹿，你知道我的车是什么？味道好大
你知道他现在脚下面他应该有按的吧？啊！哎，你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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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动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的脚。不是不是，我给你感受一下，他下面是应该有按摩的。来，下面是有穴位的好吗？这个连接现在就挂在下面的一号连接，大家可以开一下。舔一下，你这现在把兄弟粘着。啊！好的，喜欢的可以拍一下。哦，真的有按摩哦哦。这个就是可以按摩。这位师傅不错，你几号？几号？上次还点你。哎，师傅不错，你六号是不是？六号，下次明天我还来啊。六号，六号，六号技师。对对对，这这，你看您那边这脚踝怎么样？谢谢一咋没声儿了，谢谢一把自己声音都闭掉了。啊，他是不是嫌我们太吵？是嫌你叫的太就是过分了吧？还是我卡了？啊，应该不是卡。天，你到底讲话了？天你。好了。嗯。卡了。现在听到了。还真的有按摩哎。有按摩。这几号技师？这个技师呢？就怎么？就这技师不是一般就能出那个啥的，我跟你说这技师出山一般不出山。这个技师呢一般情况下了就是属于VIP 或者 VIP。你要干啥呀？就像我们是我们漂亮的不锈钢的。这玩意儿穿不是彩金票啊。要展示漂亮什么的？不是你留着七月二十号出去看，也是上有道理，很不对。你脱了直播，我也觉得你很漂亮。过来玩？你来玩吗？我不来了，我们一会儿要去上那啥。哦，什么？我刚给你发消息了。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哇！你们怎么能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啊？是啊，一会儿还要干活呢，干活了我们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好过分啊！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居然都不记得。在工作呀。在工作呀。七月二号再给大家跳。不是，你们就很，你们就如果你们还有，都不是真的朋友，你们。你舔一下，明天就火了。舔不舔着？按着偶像小伙伴。我不想。谢谢飘逸而为的一个秋天的奶茶。对，他们比较厉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链接呢，是挂在我们的一号链接。哇！啊，小五有九四个九了，小五有一万票了。我们的小五出息了，好大儿出息了！谢谢那个人，忘了叫什么名字，帮我们小五投了一万票。拜拜，笨笨。哎，我的好大儿，妈妈很欣慰。对，就是。我们好大儿出息了，我可以给你写上。嗯。我没有拿过房卡。恭喜我们的小五同学。我们的好大儿，妈妈很开心，妈妈很欣慰。是老开心，我看到我。啊！我真的看到了。嗯，写了这么多了。你们这小裤卡呀，我这直播不卡，走了小裤卡。笑笑，我们这个是什么歌？走，我们在。啊，你跟小五连麦了，那我就不连了。宝贝。你爸妈都在呢，来。妈妈也在，来吧。恭喜小五，真不错，出息了我们家有。妈妈很开心。不用干什么，认认真真收下这份好意就好了。对，嗯，这个是你应该拥有的。对的，你值得。天哪。嗯，小五值得。小五值得。大家好，我是 S38K15 区预备生吴涵，目前在听 X 代一，如果大家觉得开心的话，天哪，真不错，这孩子真的好正统啊！你知道小五今天讲 MZ 的时候，我就好可爱哦。小五好正统啊！对这啊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妈妈，妈妈心都化了。旁边你看，我俩是希望大家都能。因为我看的是旁边的人，你在我旁边。小五，你先跟他们说吧，我先挂了。对啊，你看我们的腿抬的。加油，我加油，小五！我感觉好像我动作大家没有跳，然后我就最后发现大家都跳完了。两位也是，
抓纠错了，纠错了。啊，好非主流啊！天哪，这个对这个。哦呦，和杨青青，哇！我就在这里。对，我在看。哇，谁为和杨青青投了9999票？我们又一起算了。天哪，这反图里面我不好看，那岂不是很丢人？叮咚。就在这里。哇哦 ，L O B E。有我们的吗？哇，这个哇、哦，这个还是骑的，还挺好的。嗯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不错不错。这扣一闭眼了。嗯。官博的。我看到给他那个倒是把我截掉都行啊，真的是。怎么能截掉呢？哎呀，那我多在里面多诡异也看起来。不诡异。嗯，其实娜姐，娜姐也很辣，娜姐。我的这，但是娜姐不好好讲。那9999真是轻易来的吗？就是。当然是随便就丢了，对吧？什么？我刚就是了什么？什么？我刚就是了啥？什么？呆滞了。对，我就比前几年多喜欢了，不是刚一点点，也就一点点吧。我都没有想过之前他们说的是这首歌。卷了这些人，这些9999开始内卷了，开始内卷了，卷起来了。这个人说我们在讲我就是好朋友，不行我也要给他投9999。真的吗？就是哎，啥事儿来？正在哎，完了，刚刚说就想到一个事儿又忘了，完了想不起来了。没办法，现在脑子就是这样。我开始放这个音乐了。好好听哦。好像忘了干什么事情，但是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。在地上坐一会儿。哇，第一单我在升旗耶。是不？我的小腿肌肉好明显。哇，第二张。哎，找到了。哎，哦，找到了。对，我那种谢天一，还是写很多了。是玉盒。哇，姐姐，你有一张超级漂亮。真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有漂亮的东西。太好看了。哇，星星这张也好看。你看，我觉得好漂亮。哦天哪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这张勉强像个人。哎呀，那个可漂亮，那个可丢人了。我要星星的9999哎。我那个999了，真不错。哇，青青，哇、哦，太出息了。我们家青青也值得。青青太出息了，你看我都被挡住了。嗯。没有哦。你看，我就这张不行，哦，不是那一张。这张我挡住了，挺好。上一张，有那一张可不行，那张跳的不对。你看这个，我没抬起来。这不是还有一个陪你吗？那谁要跟他一样啊？听完这个，我们要听小精灵的。魔法，哎，这张我在这儿，你呢？啊，你这张也好看，时刻保持美丽，张明星。我这个腰怎么这样？我今天哇，今天每张都好 A。嗯，好酷，好帅。他就完全不崩，而且你看他的灯光不好，但是他也很 OK， 你知道吧？我都找不到自己，这好像不是我。我隔壁不就是你吗？啊，这个。哦，腿好粗啊！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粗个球儿！哎呀，他那张不截倒是把我截出去多好，真是。这张我们还可以哦。这张好漂亮。真的很不错，这张不错。姐姐列了个角度难的石片。哎呦，帅！挺可以的。哎呀，就是那张，气死我了！我抬一点儿行，一点儿都没抬，还是那个腿。哎。把钢管穿上。钢管，钢管，钢管，这我们看。嗯，不一样，我不需要，我想跟大家是整齐的，因为我总感觉有个动作没有做。
然后我就我在想说，哎，那个动作还没做完吧？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哎，不是，是做完了。谢谢皮彩老的一票，可以给你加在哪儿呢？加在后边吧。其实我今天在玉河，来自玉镯的玉河甜酒。哦，这个圆珠笔还有点好用。给你加个十票，我这给你写个数就行。好方便哦。谢谢有人十票的助力。今天的限定订单就是在这里，这个是青岛轩限定，给你们签名吧。青岛轩限定，给这张纸起了名字，它叫限定版。我们要不要再播五分钟左右？哦，是，还有正事儿。对吧？五分钟哦，就我们就下喽。我们就去抠，就去找娜姐给我们捏脚。背也要开背。嗯，开背捏脚。你们在家不这样吗？开我了，娜姐可以。我的腿上好难看。我天，我腿上怎么这么丑呀？哦，你们看不出来，这个地方那个地板，好吧，我的像素太低了，好丑呀。对，娜姐，腿精油开背按摩捏修脚，隔空采耳，丑死了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在想，就很不好看。啊，等着，啊，谢谢医生，我连麦，谢谢医生，二百这看起来像青苔，墙上一块一块一块。要不要白一下呀？我一个人，我叫他。那我们过去呗。我把五十分写出直播号在哪吗？我不知道。一会儿告诉我们吧。好吧。你要啊，我知道了。嗯嗯。我想想，我们之前群里面发过。什么？对，我想想，我们群里面发过，而且我们这两天点外卖。对，你搜一下吧。我要喝的也没有。也没有，你不能直接点一些喝的，你需要点一些下货。这当初面单是我。你刚刚到家，你到家要一个多小时，将近两个小时，这么远哦。我们再去，我听说打车回去要200块，好贵的。我的天哪，那。还好明天不用上课。哦，这里果然离青岛很远。这里果然是青岛的边儿边儿，好像在宝山生活的我们一样。我们去市区也是一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，就好像。还好明天不用上课，你可以今天晚点睡，明天也可以晚点起来。不过我觉得。你落了一天的课。哇、哦，你准备怎么弄？是钻着过去吗？还是过去吧？你们这个人家落了一天的课，应该是需要补一下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家千万都不要说。大家，对，大家要保密，我们要去做考试了。应该都知道了，还是不一样。我们应该把他从群里踢出去，然后。
偷偷的，对。嗯，统一的生日。然后我们不去了，口一生日惊喜不去了。对，第二天早上。哎，我们高铁拿那个乘务的那个车，那个都让让脚什么的，我们给他推过去，给他个惊喜。嗯。我们抽过去。我没给你写，天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脑子怎么老不行了？哦，没给你写 ID 呢。我已经很严重了，所以这就是我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的原因。我现在已经很严重了。结果他来一阵，特别多，感觉我没有火，小哥。谢谢浅念柠檬九票的助力。好了，三天拜拜。我写好了。我又说拿餐车，不是，我是因为生病，所以才会这样。谢谢糖果的九票。是的，完了，我们今天青岛巡演限定的所有的投票名单了，谢谢你们在我今天青岛巡演之后看了我的直播，然后给我投票，然后今天握手会也看到了，嗯，青岛本地的粉丝也觉得挺好的，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次来青岛，我觉得可能短时间内是不会，比如说可能仅一年之内我们应该是不会见到面的，所以说今天我觉得不后悔来到青岛，就是因为看到了今天握手会看到的粉丝，所以今天拜拜，谢谢大家，走了，拜拜。怎么没人跟我说再见呢？好奇怪哦。再见。拜拜。